圣好，圣好！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招！这等凡品，赏你便是。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。 我所算，来者不善。
普天之下，夫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，哪个说了才算，哪个放任不管。你瞧那鼠辈到江人情，可怎么就落得个子王赴汤死不寒。
勋大业，等杀！嘿！恩赏没了。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你们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也想跟随蜀臣大人重整大业。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吃，我枉糊涂啊！太可怕了，得逃出去才是。手套叔乃我国中精锐，哼，明明是同僚，还要自相残杀，我在这里早晚饿死。你杀出去，来得痛快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要害我被发现。快走！此乃吴王恩赏，休想击破！
幸福可怜，一个不够凑一双。他说来父母的死也悲伤，杀子之仇不共戴天。Yeah!
又这么迟啊！东西放下，赶紧回去吓子儿。下回。
会再松弛的，耽搁了大王练功的进度。老子亲自把你的傻儿子洗干净送出去。那老瓜怂没来，你这拐子脸的小和尚哪儿冒出来的？管他娘的，老子先尝两口。Yeah!
过，就得跪下。
爷婆遭虎欺，强盗姐姐黄不逼，是猴是你不是你。小施主筋骨清奇，正相应着铜头铁臂。一个不够凑一双。